一船爬，曾拜飞天豹为师，练就传身武艺，一口宝剑削天如意，一时而知足月秀剑，白发破冲，绿林闻名杀过唐。这且不言，只因这几日有些烦躁，不免约请众家英雄两船爬，言行一回来。众家英雄进了见，众家英雄进
咱是奴家小姐。哦，你们家小姐，正格的她有人家了没有啊？有人家不人家，你全都见不着。对，老头，你瞧见没有？这是我们大爷看上你们小妞了。你们要是答应了这门的亲事，是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呀、啊！还有胡爷岂有此理？大爷，他不答应，抢！
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呀！哎，我说老头，有道是这低头走路，抬头看人，你怎么往我身上撞啊？我有心事在怀。哦，怎么着？你有心事在怀？好，你对我说明，我好与你分忧解愁啊！壮士有所不知，我与小姐把茶庙烧香还愿了，来了几伙强人，杀死丫鬟，将小姐牵着去了。怎么讲？抢得去了，打打他！哇！只是不用阴间之人，咱家就是你的。
冤枉难满腔了，大人容我你。
老先生有何妙计，擒拿此者，要拿此者，必须劳动皇夫人方能成功。老英雄用剑内一火翻盘，稍时到了皇府，自有分派。遵命，老英雄分派他们。遵命。啊，霍公子，哎，命你绑索万重模样，随老朽去往八叉庙烧香还愿，那这一件必定抢进庄去，别忘三更时分放火为好，你要记下了。记下了。记下了。知皇二位在，你二人换了夜行衣，前日那则庄内在暗处接应遵命。关前军，哎，你调动官兵将那则庄园团团围之。遵命。啊，金川师，老英雄，你把守那则后庄门，休要放走一人。老英雄，您就放心吧。那费了功的后门交给我了，管教头的他连个屁也放不出来呀。只要大家齐心努力，哪怕死走飞上。此计甚好，你等皇甫一叙，卑职等告退。
就来等八皇夫人海涵。乞丐，大日怎样吩咐下来？大人分派下来，命皇夫人扮作乡间民模样，随老朽去往八禅庙烧香还愿，那次一见必定强行装去，那是你将他的宝剑袖剑狂到手中，将他劝罪，我们也好行事啊。老云峰，此番前去劫内府何人接，需要孙女相称。这个嘛，哎呀，老朽不干了，为国辛劳，奸臣不敢。于此时来当得的，当得的，当得的么？此老朽我就斗胆了。用把酒饭一同前往。真的是
酒常欢笑，等候佳人日梦而笑。
Oh!
Yeah!
什么的？我们要往八禅庙烧香还愿去。哦，烧香还愿的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老头，那小小子是你什么人呢？我是你爷爷。哎，小子，他是多天的？他是老汉的、啊、外孙子啊。嘿嘿嘿，他是你外孙子，你往这儿配什么呀？老头，那小妞要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是我的女儿，你问他则甚？老头，你瞧见没有，这是我们大爷看上你们小妞了，你们要是答应了这门的亲事，是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呀、啊！哎，你们还要连招他？哎呀，快行啊！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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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
们大爷那儿喝酒呢。哎，这天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哎，你先等等等等，你呀，听我告诉你，你妈呀答应这门的亲事了，你呀就要随娘改嫁了。你还得叫声叔的吧，随娘改嫁。对、啊、叫你声叔。是啊，好嘞，咱进屋说、哎、好，叫啊。我叫什么、哎、叫叔叫大爷声。好，我叫你大爷。哎呀，成虎要要回航汉，反正啊，现在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把它搀出来。